大家好，这里是猫记。今天呢，要回来玩《RO 仙境传说》。这次呢，终于更新了老旧收集册的卡片内容。虽然之前呢，很努力的收集了不少，但在这期间呢，也开了不少啦。加上又懒惰了很久，所以有一段时间呢，都没有再收集了。结果只剩下330本而已。那此次新增的卡片呢，我会呈现在画面上提供给大家参考，或者可以到下方官方连结来观看。总共有新增的68种卡片。那我有在维修前呢使用银卡稍微查一下这些卡片的价格啦，虽然并没有全部查到，只能大约预估一下价值。毕竟更新后呢，可能因为开得到的话呢，卡片价格呢有可能会降低，所以我也只是拿来稍微做一个参考而已。希望可以抽到本来价格就不错的卡片啊。好啦，可以话不多说，直接来抽咯。好的，各位，我已经先抽了100本，那确实是有抽到一些本来老旧收集册上面没有的卡片，但是它这个居然没有图案，有点可惜。哦，这个有点可爱。稍微看一下，有一些我之前比较没有看过的卡片。哦，这个是后来出的那个幻影移动的那边的魔物。哦，大部分都是旧的比较多啦。哦，这个有点帅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继续来抽吧。OK， 现在呢已经把这次的330本通通都抽完啦。那这边呢是我稍微整理一下，就是它这是新增的卡片的部分，目前是抽到了22种，是算几率算是普普啦，我觉得也不是算高也不算低，因为毕竟 RO 的卡片的种类太多了，所以也不一定说一定会抽到自己想要的，那真的很看运气啦。哦，这好可爱哦。那就稍微看一下这次的新卡片的一些它卡片的图案，有一些还是没有更新，觉得有点可惜。那当然呢，有一些卡片呢在维修前是价格真的是蛮高的，比如说那个灰烬蝗虫的样子，我记得在之前维修的时候有的收蛮高的价格，可是有点可惜我没有抽到。但没关系，至少还有收到一些可爱的卡片。
然后看完啦。那官方的部分呢，他有讲到说目前的礼物箱、神秘箱子、神秘纸箱、具有魔力的卡片箱子、黄金卡册内容物呢，已经是目前版本最新内容了，就是说就是跟 KRO 目前的版本是相同的，所以就是已经有更新了。那老旧收集册是目前这一次才做更新这样子。那具有魔力卡册，其实我觉得他抽到的内容物都没有到很好啦，所以我就想说就不要抽了，我们今天就是抽老旧收集册为主这样。好的，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